记得意大利米兰有间接近250年历史嘅歌剧院，而澳门都有间同名嘅餐厅，设计更添一份时尚感。置身其中，你会感受到甜品幸福嘅旋律，期待已久嘅艺术结晶，轻盈嘅蛋卷卷起轻快嘅节奏。酥脆的外皮发出清脆的声音，蛋卷的层次丰富，一定是师傅用了不同筋道的面粉，按比例混合再拆匀，再加入牛油，重复接叠好多次才有这个效果，吃得出完全是心机之作。不过里面的馅料好像跟传统做法有点不同，是葡挞、我最熟悉的澳门味道，将意大利传统的香草奶油变奏，改用葡式的馅料，用人手发打鲜忌廉，加入蛋黄浆、新鲜的 vanilla 籽，合奏出全新的感觉，成为澳门的地道风味。伴随蛋卷的还有色彩鲜艳的啫喱，是什么味呢？原来是车厘子，中间渗出淡淡的红糖香味，清新的味道完全不会喧宾夺主。加多啖雪糕，忽然感觉到一种节日的气息，是肉桂。每逢大时大节，欧洲人庆祝煮大餐一定会用到的香料，难怪令人有开心的感觉。将所有味道混为一体，每种食材多重享受，就好像在歌剧院听多重奏一样，给到人一种轻松，一份满足。